大家對 3D 技術的追求越來越大，所以我相信全息技術肯定是將來的一大趨勢。現在在市場上的應用已經很普及，譬如好像演唱會、舞台劇、甚至電視製作等等，所以我相信全息技術的發展將來一定可以普及到我們的日常生活裡面。我們希望一些新的 idea 配合我們的產品和技術，可以幫助客戶去提升他們的品牌形象。除此之外，我們每一次希望加一些新的元素，令到整件事有它的獨特性和趣味性，所以創作是每一次一個很重要的靈魂。而正正 Hollow Gram 的技術可以幫助我們一班創作團隊，將我們一些天馬行空的想法很立體、很真實的呈現在大家的眼前。 Hollow Gram 是我見過最神奇的 effect， 因為我們不需要戴任何的 3D 眼鏡都可以在現場看到最立體的視覺效果。而最神奇的地方是我們可以走入舞台裡面去跟這些立體影像做個互動，而製作一個好的 hologram 效果是需要非常之多的設備、技術去互相配合才可以做得到的。就好像空間的設計、燈光的應用和選用的設備都是非常之重要的。